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哎，怎么又是这身衣服？就前段时间不知道啥原因啊，嫂子她就开始疯狂的开始刷剧，一天刷一部剧。要是我的话，肯定就是一集一集的慢慢看，就像那个庆余年吧，上次我看了七八天把它看完的。但是宝剑嫂呢，她就不是这样子，她一集40分钟的剧就5分钟10分钟她就看完了。如果像我这样看剧的刷个一，像她这样一直看剧的刷一个二。好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拉她一起跟我看一个剧。然后这部剧呢，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一部真人多结局的一部恋爱互动剧。就是跟那个 B 站的那个互动视频一样的，你点的每一步都会导致最后的结局不一样。我就跟他一起看一部这样的剧，就因为他是恋爱剧嘛，肯定要有男主对吧？那里面有四个男主，就那种风格都不一样的，安静的，什么冷酷的，什么搞笑的，还有这种严肃的。然后我这一次呢，还有一个目的，我其实呢是假借跟他一起看剧的这个名义啊，实际上呢我会在边上看他的反应，我就看他到底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。正好呢，咱也给自己定个位，因为我感觉我最近这个定位呢也比较飘忽不定啊，就大家认为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？是一种安静的、热闹的、高冷的，还是那种沙雕的？我看一下弹幕啊，哦，全说我是高冷的，哎，那没办法，那可能说明我真的是比较高冷吧。哇，反正我这一波就可以反向推理自己的定位，请大家把掌控一切大宇哥，或者是蒙在鼓里宝剑嫂打在公屏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去把他喊过来啊。嗨，朋友们 ，UP 主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衣服啊？我上次看了一下郭宇的视频啊，你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他的视频，应该有连续17穿的是一件衣服了吧？不是，我有好几件的，一件这个白的，还有一件是那个 gap， 还有一件是全黑的，就三件衣服。今天我们一起就看个剧，你看过现在的互动视频吗？看过。反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，我觉得应该挺有效果的。我看剧要2倍速，而且我的这一只手指是一直放在那个快进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不想看的就一直跳跳跳跳。所以你这个是应该是20倍速。我只看我想看的，反正。来吧。叫林薄荷，是清堂学院的拳击特长生。哎，薄荷，你的水，喝不喝水？喝啊！我不喝了。到底是结束了？哎呀，这么紧一促啊，那也得认真的看这个剧。认真的看啥？要不然倒计时结束了就点不了了，他自动就选了。快快快快！开门开门！我感觉我看到男主了，站起来的那一个，不然他不可能会站起来。这是肖万寻，他长得有点像鹿晗加徐凯的长相。这个男的长得还可以，他们都好瘦哦，还有点帅的，有一点点像年轻的言承旭。我也感觉有点像言承旭，言承旭那种感觉。快快快快快！呀，好帅，言承旭真的好像，是很像。夏子豪，这主唱啊，这看上去才14、15岁。啊，他们在自己搞演唱会啊。是这样的，快点！夏子豪，你不要可救了你！不，他也是好心，要不然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重来一次。想看我吗？我是谁啊？2、3，走！打碟。miss 你看这样的话，你跟他亲密度就增加了，是吧？薄荷，说还敢吗？啊，不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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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以后不许再准备这样的惊吓。这是最后。这个男主是那种一眼帅哥，就是那种现实生活中会帅到尖叫的那种，就是他那种下颌线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就很窄的，他们脸肯定很小的。你是不必硬凹了。男人东西绑在这儿应该就有了，但他们一般都比正常的脸小很多的，都是九头身的。所以你要给我什么奖？摸摸他的头。我想采访你一下，如果我刚才这样的话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那现在你可不可以奖励我一下？我来演那个让你摸头的。啊，就如果有一天你跟我说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奖励，然后让我奖励我一下。对，我会摸你的头，但是我会从你的发际上去，然后穿保护发际线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要看颜值的，就是你帅哥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正常，就很可爱。那我也是可以，应该也可以吧？应该我感觉应该也是。我把话放在这里啊，200斤的男的有比郭宇帅的，我找不到一个鬼，真的。有啊，神童。神童瘦了呀，神童瘦了60几斤呢。这个人是帅的，是挺帅的。他适合演电视剧的。我也觉得挺帅的。他适合演古装，我觉得。现在的也挺帅的。我想跟他发展。你想跟他发展，那等会儿你跟他发展。哎呦，还有点像易烊千玺，是很像啊，不太一样啊。易烊千玺甜一点。咱们去参加音乐节吧。他们这个团也太好了吧。
一个妹妹，四个帅哥。我们的水平可不可以更像千人斗的？如果我们好好练习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。点一下郭子健，试一下。我想试一下。我们乐队根本就不够资格。你看金现实好不好？结局啦！结局了，舞台尽头。因为你没选对，听一听伙伴们的声音吧。你大学的时候不是玩过一场乐队，然后他们两年了之后就各自散了吗？大学的时候也组过乐队，跟他们是情况差不多。情况差不多，可是他们是四个大帅哥，一下就差了很多。我当时也登台表演了几次的，但虽然我是里面最水的一个，不过还挺开心的。不过那几个朋友一起玩一下乐队，还挺开心的。他吹萨克斯的，也不亏吧？感觉至少玩过了啊。大学嘛，就是应该玩一玩。快快快，这次别按错了。啊，谢谢，他们说的有道理。我就想问你们一句，当初你们成立 Fourteen 的时候原因是什么？现在一个小小的音乐节，你们就要放弃了是吗？不，主乐队真的很难的，真的太多因素了。两个结局都是不知其间，但是他们是说话的语气和方式不一样。其实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还是希望他们去，他在说服他。就是你讲一句话的态度不同，很能影响你做这件事情最后的结局。怎么可能？比如说我觉得你很胖，我会说郭宇你跟猪一样了，你还不下去，那你肯定就很不开心，对吧？但是我会说郭宇，你现在虽然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是你瘦了之后，你不管胖瘦我都很喜欢你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为了你的健康减减肥。这个时候郭宇就下去了。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啊。那你还是说前面的比较好一点。你是猪一样的，你还不下去。这里可以选谁来找你，你爱谁谁就进来。好，练多久了？没多久。他我觉得是那种帅哥，机车帅哥。那穿的机车一点嘛，你穿别的也可以啊。反正还挺帅的，好高啊，你看他们都感觉腿好细好瘦啊。到了你就真的好像啊，易烊千玺，两个梨窝，他笑起来怎么？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我选择跟他在一起。那到时候你全部选他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全部可以选他。他真还给他戴了一个女孩的头盔啊，说明就是他车经常坐女孩啊。哎呦，换了呀。换一个看吧，你能不能再换一个男主？换一个男主也是同样的事情。我们是不是该回去练习了？再玩一会儿。回去吧。好吧，我是贪玩女孩。来，减少了。我想回去练习。我说了吧，你别搞坏我跟他的姻缘好吗？谢谢你今天带我来。怎么减少了？那肯定啊，人家在跟你玩的开心，在那你说回去练习有毛病吧你？自己一个人在带我。不吃个饭啥的？是得吃个饭呀，一起玩会儿就吃饭啊。哎呀，选错了。你把我的姻缘跟他剪断了，你破坏我跟他的感情。接着玩呀。他心情也不好。这是哪个城市啊？有没有观众能看出来？湖边有个摩天轮的。无锡。你确定吗？无锡湖边有个摩天轮。哦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无锡啊。我觉得去游乐场是个蛮浪漫的事情。我之前跟你说，我想去全世界的迪士尼。就是你谈恋爱啊，你必须有一个回忆，就是跟男朋友去过游乐场。所以你就用尖叫机好好回忆吧啊。对，我好想去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城堡的。日本好像有，新加坡也有。好，那么下一期乐高就拼那个哈利波特的霍格沃兹。打个广告，打个广告。紧握他的手，这里紧握紧握，握握握。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就是学校里面一打雷，女生全班女生都在叫我嘞。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吗？但是韩小白是越看越有点帅，我感觉好像这个唱歌主唱是吗？对，他是那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帅哥，看人的眼光还可以、啊。那必然，我这么挑剔。这个是逗逼型的。对。那肖谦也是什么型的？冷酷帅哥。冷酷帅哥是吧？哦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喜欢冷酷帅哥？是啊。但是我之前也说了吧，我对男明星的选择和我找男朋友的择偶标准不太一样。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冷酷帅哥。行了。看完了。没了。啊，就没了吗？可是我跟那个肖谦也还下次牵手。没了，你看完了。我已经知道你喜欢冷酷帅哥了。所以呢？就没了呀。我通过你的反应，然后反推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啊你不是吗？不是，我早开头我就说了呀，我喜欢的男生。那说明我就是肖谦也这样的冷酷帅哥。以后大家请叫我冷酷帅哥。就我以后吧，也会尽量往那方面靠的，好吧？就是你要干嘛，我就走开，我很忙，你自己选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你自己一步一步挑的。好了，那这个剧吧，我们就先看到这了，好吧？后面你还想看吗？想看的话，你可以去那个1001的 APP 自己去看去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花钱让我跟别的男人谈恋爱，你心甘情愿？哎，对，因为我目的达到了。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不会为你而吃醋，说明他不是真的爱你。你花钱让我跟别人谈恋爱，你不爱我。然后这个剧呢，我已经买了他们的那个心动 pass 卡了。如果在这个月30
31号前买的话就可以买一送一，到时候我把那个送的激活码发给他，他就可以直接在他手机上自己看了啊。因为我已经不用看了，我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。他如果还想跟那个什么肖倩也谈恋爱的话，让他自己去谈好了。其实我让大家看这个剧呢，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就是女生在选择的时候了，不管选择什么，一定要学会理性的分析，仔细观察，就不能只看表面，就不要像刚才这位这样，对吧？看到我这么帅了，就直接就沦陷了，当时就沦陷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、投个币、转个发、收个藏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